老大，不小心把老师打伤了，快去医院看看吧。好，你这个熊孩子，在家乖乖反省，回来再收拾你。嘻嘻，长大了。感觉心跳加速，感觉天翻地覆，想要快乐你就。啊，老爸不在家的快乐。爸爸出门没带伞，但是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这零食不好吃还是吃不好吃？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，局部地区有暴雨红色预警。七到八级。没事，爸爸有超能力，不用担心。哎，谁让他是我骗出去的呢？前方。